我想我们对于这次中华队在这个比赛中间的表现，当然我相信国人很多人都非常失望，那么我们也会去来检讨，就是我们希望从这个有没有组成一个最好的国家队，以及有没有让每个队员能够做最充分的发挥，在这个上面我们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够，我们会来全面来检讨。那么当然也包含体育组、棒协，我们虽然棒协是个民间组织，但是我想政府部门毕竟还是有引导我们的这个体育发展的政策方面的一些责任，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部分我们能够发挥的这个效果和影响力呢，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重新的盘整。那么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检讨目前体育组的人事啊，希望很快有结果，然后希望能够把一些新的做法呢能够再迅速推动，那个有关修法的部分也需要各界包含立法院的帮忙一起支持。